好，教下大家點拉，呢個係應該係原調嘅，由A 線二手指嘅 C 音開始啦，跟住有 B flat 啊，呢個係 F 音 D 線嘅二手指，二低一，二啦，如果我寫譜就，跟住三二低四三三四係嘛，二零二一零啊。D 線的低四三三分開二 ，A 線的三，跟住上三把位的 F 音啊！如果你唔得嘅話，就去 E 線低一手指就 F 音啦。上嚟三把位，跟住低二，隔離 D 線一，跟住 A 線低二，落去一把位，低一，有個尾音係三零。跟住重複 A 線二低一 ，D 線二 ，A 線三二低四三，二零二低一零。好 ，D 線低四三三二三，A 線三，上嚟三八位三二三三低二二一低二，跟住隔離 D 線嘅三啊，我而家打咗先啊。D 線的低三隻 B flat 平拍嗰個 A 線低一百位，跟住上嚟三百位 F 音啊，低三落一百位 D 線的低二 ，A 線的低四，上翻嚟 A 線三，落翻去二三，跟住高二。E 線的三，低二 ，A 線三，D 線三，上三把位 A 線的四手指 G 音，零二一，然之後上嚟三把位的 A 線一隻 D 一，三低二 E flat， D 線一隻 G，A 線一。上翻嚟 ，D 線第低二 ，A 線低四 ，F 都係 F， 低四係 E flat， 有個 C sharp，D 線嘅三 ，3 把嘅 G， 3把嘅 F。上上落落嚇，咁啊睇下你明唔明啦？份譜咧我就好 roughly 咁樣寫出嚟咁樣樣嘅，咁就方便我拉啫。因為有時走包位，你寫嗰個音名，你唔知走咩包位咁啊。OK， 或者咁啦，我再由頭拉一次啦嚇。咁啊，我唔出聲，睇下你領悟到幾多啦。由 C 音開始 ，B flat， 由 F 啦，由三，由 E flat 啦，三包位由 F 啦，由 G 啦，由 E flat 啦，由一係 D 啦，隔離一係 G 啦。咁有個 D 線嘅低三係 B flat 啦嚇，三包位。Thank you.
上是这样的、啊、就当然最好学会看谱，最好你自己懂怎样去听完首歌是找回音出来的、啊会很有用的，当是玩都好、啊、就可以自己熟悉的小提琴、哦、原来去这个地方是拉一些这样的位置的声音出来的、啊、也训练一下自己的听力，听一些歌拉出来、啊、好，下次再玩个第一首歌，拜拜。